神之眼。神之眼？这东西随缘就好。周礼长得那么年轻，性格倒像是个老古董，什么都懂，却什么都不关心。他该不会……算了，随他去吧。看到七七了吗？快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要把他藏起来。白竹，哼，麻烦的家伙。天泉凝光，富甲一方，明眸善睐，桃羞杏让，目达耳通，百了千当。北斗姐可是林月名人，她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我认识她就行。真想和她交个朋友啊。听说行桥少爷在写书，挂本还是怪谈呢？好想把平日遇见的杂事说给他听，写成书一定很好看吧。纯阳正气，阴阳合一，没想到世上真有这种体质的人。仙家的事我怎么知道？哎呀呀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就别问我了。玉衡克勤啊，是个很难打交道的人呢。瞧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真想逗逗他。他应该不会用剑敲我头吧？不会的吧？萧凌可好玩了，一碰就跳，特别容易被唬住。做我们这行最喜欢这种人喽。不过也得注意分寸，毕竟郭爸会替萧凌出头呢。若要我说，往生堂的工作既不困难也不可怕，只是麻烦而已。可惜旁人理解不了，见到咱们夜里出宫总是有些惧怕。唉，是他们不懂啊。